其实也不是没有说好还是不好，就是说你能学到比学到老师的经验啊，有可能就是一些老师的分享啊，工作分享啊，因为基本上来讲，设计是有时你，因为现在网络这样发达，你不需要，有些人就是说不需要去到去上课来学，你可以在家里学，就说如果成为一个学生的话，就是能学习到老师的经验。 方面应该是，我永远都相信，就是说点子其实是很多的，只是说没有多数是面对到设计的困难啊，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那种才是我面对到最大的问题。所以来合作啊，group assignment 啊这样子的东西啊，那是我最大的问题。如果就是说如果要进步的话，我应该就是做多一点，就是我们只会。 做多一点跟人家一些 project 可以跟人家合作的东西哦，对啊。出去旅行吧，拿几箱漆就跟几位朋友出去旅行，或者是去到别的学院看一下他们的东西，不管是设计系还是生意系都好，我都会去。 学员卡，就有可能那边会拿到灵感，then 写在肚子上，then 再带回来再做一些其他东西这样。也希望有自己的一间 studio 吧，简单来说就是给一些贡献给马来西亚设计学会。